你们成了。阿信，他那脑袋不好戴，所以我就。 我就只割了他这双耳朵。老子今天就拿调料，把这两只狗耳朵卤了，救了他和平老百姓。嗯，你的仇算是报了，我的呢？出去以后分头走。 别怪我，都是侯局长安排的。
这玉玺总算是找回来了。你抖什么呀？啊，兄弟，你还得再帮哥一个忙。 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你想啊，我要把这传国玉玺交给渡边一郎机关长，机关长不得问我呀？上次的怎么是赝品，这次的怎么就是真的了呢？你说，兄弟，哥该怎么回答？不管怎么回答。 都说不清楚啊！那这哥还得管你借一样东西，借什么？你的命！你是邪魔杀驴呀！ 这才是真品，这样的传国之宝，也只有我们的天皇陛下才有资格享用。总司令阁下，这件国宝不可在这儿久留，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国内。你安排吧。嗨。